从往这里站。嗯。等一下哦，花软去给他拍啊，我只拍到他背面而已。是锁不起来吗？那这样子就好了吧。他为什么有带项圈？之前送他来的人。嗯。剪他吧，应该要剪掉。当然，宝贝。这种项圈是可以接受的吗？不可以。应该可以了。嗯。